罗东镇长吴秋林与代表会主席李习清邀请全体代表和里长，在罗东中山公园福德庙主委陪同下，向土地公上香，祈求即将举办的土地公春游罗东平安顺利。福德镇神一向是最亲近民间的神明，土地公劝人行善的文化及民众生活顺遂与否，都和土地息息相关。罗东镇公所因此与中山公园福德庙，每一年透过办理土地公春游罗东祈福活动，阐扬土地公精神。照着村里活动，土地公出来出巡，比较让咱罗东镇民大家感受到土地公的感应到，所行的路线，所有的对罗东镇民有一个好的保障，有诚意，大家会兴隆。罗东所有镇民，大家身体拢会当感受到土地公的保佑，大家身体拢会健康，罗东镇运拢会昌隆哦。为了号召镇民请出自家供奉的土地公神尊，响应春游行动，镇长吴秋林也示范以红背带安奉土地公的方式，邀请民众家中的福德镇神一起来见走。一个，来，跟着镇长的脚步，我们绕境春游。春游活动将在3月9日周六上午8点在中山公园福德庙举行，路程约有5公里，凡走完全程的民众还可以获得可爱的福德镇神公仔铺满。对着咱土地公来谢罗东啊，土地公来保庇咱所有咱家乡亲是大平安顺遂啊。公所这边嘛，穿着矿泉水、毛巾，啊，还有这个环保袋，然后呢？咱就照着这个环保袋到上尾一站，咱会送各位一人一尊的这一个土地公的 Q版的一个公仔铺满哦，让咱当当钱的一人啊，就是咱的土地公嘛是一个财神爷哦，希望大家拢平安顺遂，大赚钱啊，希望大家做伙来，爱记得哦，阮这是有限量的哦。所以慢来就无啊哦，所以希望大家做伙来游罗东，嘛希望讲就是讲保庇咱大家拢平安顺遂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返回中山公园后，现场备有平安粥，在春天之际适合乡亲扶老惜幼，借由春游培养健康身心，守护土地的观念。平安